少主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快选择个视角吧。点击这里，开始任务追踪哦。少主，您总算回来了。这一趟龙，仪式已经开始了，家主他正在围观台那边等你。 七次，好一个临水镇第一天才！哟，汝即是。 正是，为弥补。少主，唉，大长老，战魂品级的高低对自身能力有巨大的影响哦。品级越高，打怪品。有一位萧先生是为父的朋友，前些时日点击这里进行培养。水战外的仙元阁，交给仙元阁。 哎呀，光顾着和你说这些，差点忘了正事儿。一会儿会有一对新人来此处举办婚礼。当然，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。 红叶良媒，你的心意我懂了，待至归期。呀，你来了。 别以为和老夫关系好，老夫就会许你进入五祭阁。哦，世人皆道武魂之品级决定一切。好，我这就安排处事。今后修炼上无论需要什么，试试飞翔轻功，一个跟斗108000里。 家主派你前来，听说最近龙虎山有斑斓虎肆虐。有了灵气。 点击这里，打开界面。恭喜少主获。少主，快来换一件美美的新时装吧！ 培养可以幻化新外形，3节羽翼还可以开启羽翼大招呢。少主，这是家主三叔不知道你们干什么，但是你要家主去为你拿这么多丹药，你可知道？因为此事，家主正在被大长老逼宫。 各位，什么？我叶隐说，欧然，原来如此，去找你铁三叔吧，让他指点。修行心得积攒的方法，操控东皇钟来辅助修炼，可以提升你的战力，对修行武技也颇有益处，希望对你有一些帮助。 家主已经好，少主，快来换一件美美的新时装吧！你这个废物总算来了！你竟敢杀我！ 白恒，住嘴！这场比试是你赢了，你准备一下。喂，少主有什么需要三叔的地方？正敌之路开启了，完成任务，完成初登地榜任务即可获得永久经验加成呢。哼，好，今日不杀我等，我们。 无妨，你速去收拾东西，准备前往玄灵宗报道吧。左右移动摇杆可以操控飞行方向，吃的金币越多，收获越多哦。 另外，听闻近来某宗门在招人手，你可去找些。正是，听说你就要离开灵水镇，前往玄灵宗了，真是可喜可贺。在里一键申请即可加入宗门，每天都可以领取离线挂机卡哦。龙骨山脉中。 哦，既然如此，我就与白虹长老先行返回宗门等你。我们玄灵宗再见。气势，小哥哥。为何停下？很好。 恭喜升到玄级战魂，对怪物的伤害大幅提高。